那时耶稣对群众讲了另一个比喻，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上好种子，当人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仇敌来把有子撒在麦田里便走了，等到长苗秃穗时，有子也长了出来，仆人们就前来向主人报告，主人，撒在你田里的不是好种子吗？那些有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们就问他，你要我们去拔掉他们吗？他说，不必了，恐怕拔有子的时候，连麦子也拔出来，让他们一起长大，直到收获的时候吧。等到收获时，我会对收割的工人说，先拔起有子，捆起来，留着焚烧，然后把麦子收入我的仓里。